年开始，月亮三就一直就是连续做了好几届冠军，一直没下去。土豆参加比赛好像才参加过两年，但是未来我觉得未来是土豆的了。就土豆这么练，未来基本上打死他的我觉得只有大蚂蚁了，或者 ABC 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相信这帮年轻人，我觉得这帮年轻人只要努力就有机会。因为这一批老的啊，这一批老的基本上也就废了。你像藏龙、甲西，然后08，还有这个芒果，基本上这一批已经就是算不怎么玩了。那下面这一批就是土豆他们这一批了，土豆、高科啊、大蚂蚁。但是这我觉得这两年还得是这帮老家伙的，就是老牌的，就是这一两年嘛，还得是这帮老牌的。土豆跟他们还是有点差距，但是土豆这个进步已经很快了。R5就算老的一批了呗。现在双方啊，这蓝色方已经延伸到中路了。对，八五会，哎，八五会、高科、土豆，他们这一批了。94其实岁数也不大，羊毛岁数其实也不大，但是他们吧，就有天赋的人不一定会得。他们有天赋，不一定是拿很多时间啊去花在这个游戏上。看这一波，现在粉丝也是基地偷不来，2、4、6、7，7牛一保起。暴兵，放狗咬。高科土豆哪个厉害？我觉得他俩差不多，看谁发挥好。辐射有福，现在双方都中，但是这一波好像粉色多过蓝色。来再辐射，但问题现在宝石矿现在粉色抢不到，而且这一福，哇，这一局苍龙有点难了。因为这边宝石矿蓝色方牛车本身就多，而且拿宝石矿速度极快过来点辐射，但是这一波吃着辐射点辐射的话还是很伤。特别营再吃辐射，坦克至少掉了100多血。别着急啊，大伙想看月亮三别着急，这个月底啊，那个月亮三说有机会来打，而且月亮三能带动很多人，包括什么08估计都得来。粉色这一波分兵，蓝色方后排出恐怖机人，但是这波恐怖机人一个没上去，很尴尬。中间蓝色拔掉，但是这波直接绕后基地炸了，一中两中三中四中五中，其实已经够了。我觉得基地炸不炸现在意义不大，如果有基地是更好。他这个位置要起矿，然后牛车拿，现在只能牛车。哦，直接出基地车了，很有钱。又要耗，现在双方都有基地。这似乎好像昨天晚上吧，就看到是前天了，这个甲西就把羊毛给耗死了，今天要耗死苍龙，看看谁能耗。中间辐射，其实中间现在争夺意义不大了，因为中间宝石矿已经干了。但是现在双方坦克也不敢离开，要不就分兵。现在粉色重工其实也不少吧，一重两重。哎，两个坦克过来点基地，
这个血量，如果三个坦克肯定是炸了，两个基地，两个坦克感觉点不炸，而且这边分兵过来，三个坦克，血量，哎，有机会，先打炸了。粉色没有基地，一中、两中、三中，有维修厂，要不要出基地？手里边一万多块，很有钱。然后这边修坦克，恐怖机准备好，恐怖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但是这一波如果蓝色要上，他得先上，对，因为要打个高低优势。但是后排如果再调动的话，可能现在可能形成后排丢。你看这波蓝色有点问题，先打电厂，再打中攻。如果你中路一走，中路现在暂时也不敢来。如果进攻中路的话，那必吃一波辐射。但是如果粉色方这么打的话，粉色要不要出啊？出基地不敢出。现在蓝色方分兵过来，但是这边抓住蓝色，双方坦克再点，这边剩三个。抓牛，一牛、二牛，蓝色保持队形，但是这一波感觉被粉色包住，要翻盘。这波直接来个壁咚，但是粉色没有选择上。蓝色反拉，不往家走，往外走，黄金矿减慢移动速度，这边粉色站住，蓝色坦克损失好多啊。抓矿场，这一矿压住，这矿场肯定是没了。但是蓝色有钱的话，中攻多也不怕，而且这边是高科技，说要出，这是要出铁木吧。这一局现在六四开啊，蓝色夹西是六，藏龙是四。双方比分啊，一比零。夹西这个冰天还是可以的。我看错了吗？今天状态不是很好，现在脑瓜一直嗡嗡的。好，现在看双方第二局，现在比分是零比一啊，由夹西领先一分的。藏龙之前就是在比赛区里边就跟很多人说打夹西啊，你们找我，我最能打夹西了。但是上来啊，被夹西先干一分。月亮三这么跟我说的，说是月末来，他月末元旦的时候要回家，回家的时候就能玩几天，反正这么跟我说的。强五啊，强五，谁先到达五分，谁会获得最终胜利。机会，但是这维修厂出来，这恐怖机其实上不上意义不大了。哇，这边很潇洒，恐怖机直接啊被牛车撸死。其实位置没有变啊，位置没有变，还是跟上一局一样的位置。橙色方啊，夹西在左上，黄色藏龙在右下。
如果藏龙像上一局那么打，夹西就一定要变。不是啊，就是我说反了。如果夹西还像上一局那么磨的话，感觉藏龙就要变化了吧？一二三四六，黄色六牛，橙色王，一二三四五六，现在双方都是六牛，橙色二中，黄色二中。其实右下发展嘛，无非就是这片矿源啊，一片、两片、三片基地扩妖岛，四片，然后如果再拖，或者往这边拖，或者往中间去。橙色呢，它可以用延伸的方法过来，但是基地拉过来起维修，这是又要逼着来中路啊。双方中路要绝了，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一人占一片矿，对，一人占半片，谁也别好好拿。地堡起，点爆地堡，雷达起要出辐射，地堡换地堡，但是黄色爆兵，这波橙色没有兵营，感觉这一波要炸。拉上去扛伤害，坦克相互一拉再点，感觉橙色帮坦克数量明显不足，但是毕竟橙色帮数量优势，有地堡吗？没有，地堡起，坦克反拉一下，地堡输出，坦克过来躲再点，黄色帮追上去，橙坦克有点数量不足，就差一个兵营，瞬间过来基地拔掉，这一局六四吧，这一局六是苍龙啊，四是夹西啊。就差一个兵营，橙色是先出雷达然后再出兵，他想出辐射工兵，但是黄色帮已经兵顶上去，一波上去就是干，这个就不妙了。感觉这个兵营雷达都要保不住了，杀兵营变坦克，地堡起，但是坦克数量不足，虽然说有辐射工兵有坦克不是很能扛，但是直接强行不是直接强行点死，黄色气势上来，坦克数量足，这波怎么办？而且宝石矿这么一稳住，三牛四牛五牛，五牛拉黄拉宝石，这就要废了，直接再来一重地堡延伸，直接打到橙色方啊，这个往后退不敢上来，你一分兵选择直接拉上去，这一波橙色感觉不一定守得住，看看这一波防守只能往后退，牛车拿牛车扛，先点维修，点重攻，再点这个其实不怕，黄色帮主场优势，有钱八千多块钱可以随时在后边出坦克，中间宝石矿六万多块钱基本上都进入黄色账里边，并且黄色有基地，橙色没有基地，地堡护体，哇，这黄色方太凶了吧，这基地拉上去直接在高地上，这等于啊等于围着啊围着你打了，因为夹西呢有名啊，出了名的不爱投降啊，就不到就是一点机会没有，就是不投降，那在这种情况下黄色方拖基地直接怼你家里边老本干，但是这波分兵其实还好，这波赚优势高地优势，转保队型，双方坦克对点，那这一波毕竟黄色帮在操作，橙色没有操作，这波坦克全军覆没，并且顶到家怎么办？
亚兵坦克上就是足，牛车上来扛不扛，保持队形，牛车上来，但是感觉牛车上的有点晚，坦克明显不足，双方比分啊一比一打平了。那你让贾西投降，他出了名的不爱投降。你除非出一颗核弹啊，出颗核弹，然后核弹快降落的时候基本上会投降。好，现在看双方第三局，现在比分是一比一啊。哇，这位置咋不变了呢？这位置啊一直不换，依然是粉色左上，然后呢青色左下，不是右下。现在是一个赞助啊，赞助赢的200，输了50，加在一起250。对了，我又想起来了，我这忘骗飞机了，怎么房管交保护费了，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解说比赛都忘了骗飞机了。这个啊青色方，这是一种哎也不是延伸，那这个基地没有动啊，正常来说它可以利用延伸造一矿，然后插一电，然后过来延伸，然后这个位置可以延伸啊，青色方把这个树一打，这个位置延伸。1 2 3 1 2，现在青色是五牛吧，颜色1 2 3 4，现在双方都是五牛。找机会攻击人上，这一波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粉色牛车重攻击人，丢一牛啊，这个牛车应该是丢不了，他先造重攻，然后再出维修厂，这个时间应该是够。但是青色方已经基地拖过来，而且青色方拉得非常啊非常远，他直接顶在粉色门口了，那粉色现在这个基地只能在20，现在双方坦克对点，但青色方坦克反拉一下再点，粉色没有好的办法，基地展不开，这边再点坦克，哎呦，夹西这个基地还是选择拉下来，展开吗？展开，地堡起不了，那么现在坦克数量不足，青色方保住再起矿场压制粉色不让下来，宝石矿那么一拿有点废啊。地堡起，双方坦克对点，粉色坦克明显点不过，因为数量不足，点坦克，地堡起，但是没有地堡的格挡，这边坦克就是死，顶住地堡，再点坦克，再点基地，没有，只选择上拉，被入牛场，坦克是数量只有一个，一看你上不来，那么我这边点坦克，2打1，点坦克上来，兵去点基地，3打1，再点基地卖，没办法，这一波打出三星兵，但是坦克数量明显还是不足。2对3，援兵上，但援兵呢？这边是，毕竟地堡加兵啊，这边一个坦克过来压压压再压，这边小操作还是有，压兵过来点兵营，兵营炸，再压中攻顶脸，我的天哪！上来就是一波暴打，一点面没有，双方比分啊2比1反超了。
看来呀，苍龙这个药劲儿上来了。好，现在看双方第四局，现在比分是2-1啊，由苍龙领先一分，强五。对，苍龙的感觉上来了，咋打咋有了。好，终于换了一次位置啊，这一局是jayaxi在左下啊，苍龙在右上二号位。对啊，直接顶，就是顶着打，基地都不让你过来，好凶。对了，兄弟们可以点点关注，我的关注终于到了298,000了，还差2,000啊，就到了这个300,000了。对，谁没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咱们这边呢，现在也是马上快比赛了，因为寒假嘛，寒假只要一到啊，就会有这个全能王比赛。这jayaxi也是艺高人胆大，一牛两牛三牛直接就是基地拉到中路，这叫起维修啊，这就是要逼着二号位跟打。这个位置好像差那么一点点，红警现在就是一年两次正规比赛，一个叫做全能王，一个叫做冰天王。冰天王就是现在打这个冰天雪地一张图，全能王呢就是打很多小图。粉丝来了，看啊，这一波双方上刺刀就开始拼了。哎，这边恐怖精，哇操，这都上到基地了。那现在粉丝方只有一个办法，基地一定要强打，基地过来扛伤害。但是坦克数量现在粉丝多，橙色看这波能不能守住，点牛车，双方坦克对点后拉，点坦克再点，没有地堡吗？牛车在，地堡在，这波主场优势，再点。拉狗上去，3-3，打洞，2-2，有狗在，再点2-1，哎呦，那这一波粉色悬了，两中基地被恐怖精上掉，一牛两牛三牛，三牛宝石，橙色方再次守住一波，粉色必炸。最后一波进攻机会，牛车都拉过来了，就是一波定生死，不成功变成人啊，破釜沉舟。双方坦克对点，地堡起后拉，这边进入点射，橙色方感觉有点亏，
辐射过来，辐射的话有点怕牛车，这边橙色方式还剩两牛，1400基地在，这个基地要不要卖掉？1300，辐射点死牛车一个，点爆，哇，那这个要翻盘吗？粉色破釜沉舟要翻盘，快点牛车，双方坦克对打，有地堡在，再点粉色坦克数量有点不足了，再点坦克，这一波有机会翻盘。哎呦，坦克杀进去，完全靠点射，再进去再点牛车，剩一牛，电坦克直接炸，双方比分3-1，藏龙胜。哇，我回去以后这个可能要有人输一玩了，输60000多一玩，我的天哪，这也能翻盘？5-4-3-2-1 go。 好，现在看双方第五局，现在比分是3-1，哇塞，这个有点狠呐、啊！天哪，这都给打翻了。先让我一个人跳。盾，你要不陪我鱼玩，我打你家不离。这鱼我没有关系，肯定是啊。那一波你看啊，那藏龙都牛车都拉过来，那就是要拼生死一波了吗？那一波打进去就赢了，打不进去输了吗？上一局啊，苍龙赢了，翻盘了。这就有点，这个其实啊很伤士气。因为啥伤士气呢？就是你可以说现在啊，就是那一局四，就是明显是2-2的局啊，直接被人翻盘了，这个会不会伤士气？伤士气的话就有可能被连干啊，就连输。1234，现在蓝色是5牛，橙色是1234，现在双方都是5牛，橙色再加一牛6牛。这波贾西可能要率先进攻了，但是坦克明显不足。橙色先7牛双中，蓝色是1234666牛3中。哎呦，这个坦克可能还行啊，差一点，如果点不到啊，恐怖就让他剩一个。房管不交保费，你说是狗三吧，就他不交呗，剩下谁都交，就他不交，你臭不要脸的。
那句话咋说来的？什么树无皮则亡啊？这个狗三儿，狗三儿什么什么，则脸皮厚则无敌啊。这是一个中规中矩吧，一个四矿发展啊，右下四矿发展，中间上一牛，这一波基地拉走，那这一波要丢牛了，肯定要丢牛了，因为这个基地没有时间去起维修。保护费，哎呀，野心来了，对对对对，该交保护费了，周榜刷新了，惊不惊喜，刺不刺激？蓝色也七牛，这一局可能要磨叽一点，这一局不如上一局那种一局定生死。坤哥在不在？在在在。辐射过来扶一下，坦克被扶过来了。弯圈。能不能把你地图发给我？我地图群里边有吧？570695955570695955，群文件里边有地图。辐射死，那这一波正好俩辐射挡住，哇，那这一波蓝色好亏啊！对，这会儿要出个大头，完蓝色方再吃一波辐射，蓝色吃了两波辐射，这个血量啊，这个血量是个最大问题，因为一旦要是双方坦克对撸起来，这个血量有可能会炸。蓝色赶紧起维修厂，还有修坦克，但是修坦克这个牛车有危险吗？后排重工掏掉。甜甜肠点兵营再掏一中，这二中有了，这一波蓝色后排绕后城四方没守着啊，但是现在中间宝石蓝色方只拿了一半，他再往前就拿不到了。现在其实橙色方也不入，对吧？只要有钱，橙色方这边啊，再来分兵挡一下过来。那这个位置说，如果往这边来的话，是不是要奔这个基地去？能不能赚一个基地？但是这个三个坦克有点少，如果四个的话，这一波就逃爆了。这个白丢啊，白丢了几个坦克。但是蓝色直接跨铁幕了。左上我觉得一直是jayaxi的一个难点啊，就是说两局吧，那一局也是啊，左上角一直在给压力。
这些蓝色不怕拖啊，蓝色可以拖。中间宝石啊，我拿一半，那边不让你拿，看住就行。然后中间后排偷袭，最主要就是铁木装置时间，是吧？等到铁木装置一来，夸一铁木，你这局成怎么难办了？但是也没有，也别说没有机会翻盘，因为大家也知道上一局都翻盘了，别说这一局了。橙色帮也是非常之自信，这个基地一半血，连修都不修。哇，蓝色还要起核弹，好凶！节目。这是要强换基地了，这基地肯定炸了。就算啊，不是残血，就算满血，这个基地也是没了。哎呦，这局我觉得翻不了了吧？这局要翻盘的话，超人吃屎。双方比分3-2。嗯，还好这一局翻不了，这要翻了，这兄弟们这20000多一玩又没了。好，现在看双方第六局，现在比分是3-2，由藏龙领先1分。哎呀，感谢新人羊。哎，新连阳，你交保费了吗？这周啊，臭不要脸，拿荧光棒糊弄我。感谢冷小 Q 送的办卡，强五最多打9局，对吧？9+5不是5+4嘛？5+4得9，最多9局。选手啊，左上角黄色叫藏龙，右下角绿色叫做jayaxi，双方比分啊3-2。这都属于红警全国十强选手。东哥这半年真多了，肯定的，因为最近这赞助也比较多，其实这个还得感谢老板，最近这赞助比较多，选手们基本上每一天都过来打。今天总赞助1000多块钱，雨诺就将近今天赞助了1000，然后那个我真是墨迹了，又赞助300，这就1000，今天得有1300-1400这样。这边起一矿，那就是绿色打7牛，黄色1、2、3、4、6，他拿这个就是7牛。不加班了，这已经算加班了，兄弟，你还让我加？绿色7牛，
对，我觉得今年jayaxi不是苍龙要参加全能王，我觉得苍龙有可能拿冠军，但是苍龙不一定参加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玩都是个事，因为他上班啊，他上班现在，但是他晚上基本都休息，不知道参不参加。今年我觉得苍龙真有可能拿冠军，现在jayaxi小图不一定能干得过苍龙，零八要是不参加，月亮三不参加，想土豆想打败苍龙稍微差那一点点，也没准土豆拿冠军的，但是土豆拿冠军首先就得过九四那一关，九四他就不好打。芒果乱封人，你肯定是说啥不该说的事了，因为封你。R5冠军肯定拿不了了，我五哥现在这水平也就在全国十强徘徊了，因为现在 R5 呢，它到了一个瓶颈，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了。又来了，中间又要决生死。奖金高你参加吗？奖金高看多高呗。奖金高的话我有可能会出山啊，可能会出山。我这实力我要出山他们就废了嘛，他们还想赢就赢钱吗？你算吧，现在我这技术什么二五五啊，什么土豆啊，月亮三啊，零八呀，他们给我起了外号叫做搅屎棍，在他们之中我算是搅屎棍。哎呦，这波绿色分兵感觉打不过啊，这波其实黄色看有优势，分兵。对，就在他们之中啊，我是搅屎棍儿。哎呀，这你们都听不明白，我的天哪！中间杀过去，哇，这一波抓牛车，黄色可能要炸。这一波其实牛车好像没有杀几个，元明赶紧回来。右侧双方坦克对拼，哇，三路三线操作了，开始。你是搅屎棍，那意思他们是屎呗？我这话我没说啊，这话是你说的啊。这波下来好像绿色方啊，就是上啊，中间左右两边进攻，但是实质性效果一般。那其实jayaxi就不怕这种墨迹型啊，这是进入他最喜欢的节奏了。苍龙打jayaxi就是应该那种一击啊，一击击破那种。但是这一波其实黄色坦克就不少啊，黄色坦克就贼足，赶下高地，辐射两个，哇，这恐怖劲好多。
毕竟啊，黄三王中间6万多块钱啊，金链很有钱，这坦克数量，感觉这一波要守不住了。这波坦克现在差距太大了，数量，完蛋，杀进去包住，再点，再点了，再点。双方比分4-2，长龙胜。5-4-3-2-1 Go。 好，现在看双方第七局，现在比分是4-2。这一局如果苍龙赢了啊，就拿走200；如果输啊，那么得至少啊，至少假想赢的话，想要得赢三局，但我觉得不太可能了。我见过敦哥玩红警，也是唯一一次让R5牛车推死，啥下事我咋不知道呢？谣言啊，谣言。敦哥混战几分钟就给水友干死了。我觉得三局不太可能。超人能排全国第几？现在超人基本上外号叫送分童子，你觉得他能排第几？人送外号送分童子。但是这一局这个基地赶紧展开，要不是恐怖机差点上道吧。其实如果要是每一局都能控制好恐怖机上基地那一瞬间基地展开吃恐怖机的话，那就很神奇了。然后超人更臭不脸了，老提啊，老提以前，哎，月亮三以前都不好使，他老提以前。后面还有混战吗？没有了，五哥，今天早点休息吧。今天我状态不是很好，明天再给你们接赞助啊。橙色是藏龙啊，黄色是jayaxi。坦克给他点地板，他把这个矿源打没了啊，这个位置就可以延伸中间，打中间这个位置，为了起地堡。感谢 NOVE 送的办卡，感谢老板。这一局我觉得啊，哎呀，我还不敢输。现在橙色等于啥？等于要弃中路了。黄色是延伸兵营，然后地堡。辐射看上去坦克扛伤害，然后红军一杀两杀，没有辐射，这一波怎么办？坦克数量明显不足，而且突过基地来先点兵营，点爆一个带狗辐射服，这边可以辐射瞬间被狗咬死了吧。正常来说黄色方支援速度比橙色要快，强换基地，强换基地，换爆，这一波后拉有辐射，辐射点
牛车扛伤害，这一波感觉贾西有戏了。但是对点坦克能力还是苍龙稍微要厉害一点，但是毕竟坦克数量不足，还有黄色帮一个重要优势。顶住再点杀过去，地堡支柱再来地堡辐射一伏，完蛋，没有机会了。但也不好说啊，一会儿拉牛过来又像上一局，能否翻盘。这是一个伏笔，但是这恐怖机人啊，残血恐怖机人，这移动速度减慢了，黄金矿再减慢移动速度。点地板，刚才我告诉你们，打矿场是为了查地堡或者是延伸。或者点地板是为了保持坦克队形。来了，又来了，牛车。但是黄色方这边有个失误，后来坦克为啥不动啊？让你几个坦克，能翻盘吗？拉上去，双方坦克再点，但是黄色坦克数量明显足。点坦克包住，进入点射，再点拉上去，GG。双方比分4-3。都没敢压贾西了，怕被翻盘。好，现在看双方第八局，现在比分是4-3啊！有能耐你们打九局，我就不信了。竞猜。手机的话看哪儿？你们得问观众，我真不知道。手机竞猜在左上角啊，左下角。你前天这么说，我就不信了。我也发现了，真是现在他们天天打，都能打个平局，然后一局定生死，老是给我拖到加班，这群臭不要脸。手机在右下角是吧？对，有一个叫竞猜的，然后呢，就是你觉得谁赢就压鱼丸，鱼丸现在也没啥用了，鱼丸好像换不了那种贵族了吧？超人现在跑哪儿？超人现在天天一面大宝剑，我超人现在，我看上他微信了。那个卖超人微信，一个飞机有没有人买的？哎，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无耻？我都自个发现我特别无耻了。这肯定真没得着，地堡1-3，恐怖机人被点一下，恐怖机人还在点，牛车反拉一下，这一波真要4-4了吗？我的天哪，守住了。1-2-3-4-5，五牛橙色一二，
现在橙色方坦克只要够足，基地拉过去，中间宝石矿一起修一修坦克。这边绿色方，这个如果绿色方打，打不过啊，这边再打不过橙色，好像有点劣势了。绿色暂时看是没有想拖动基地的意思。一二三四五六牛，我操！绿色六牛一中，这无限出坦克。这局真这么看的话，有可能真打到四比四，然后一局定生死啊，有可能。现在中间橙色方已经基本拿稳了，现在就看防守了。如果几波小防守下来，然后依靠着中间宝石矿崛起，这真不好说。哎，这边找到一个机会，但是还好回防速度比较快。进攻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啥呢，就是它可以瞬间分开兵，可以瞬间就是合在一起，就像这种啊，合到一起以后，那么橙色方就是防守那一方，如果跟不住，那么一波就可能炸了。这波分兵，你看橙色方这不就是没有留下坦克，后方这个其实重工栽了也还好，也无所谓，因为现在重点还是保护中间啊，中间是橙色方的一个资源经济来源。坦克对点，现在橙色王加重攻就完事了，他重攻数一旦叠起来以后，橙色王一点都不怕绿色了。他前期啊重攻数量少，他没有绿色王出坦克速度快，他只能靠辐射来防守，但是中间宝石现在一直在给压力。其实但是也还好，橙色王可以在这个二层这个位置起矿，那边雷达弄掉，辐射攻兵暂时没。马牛车杀进去，这一波好像四坦克也不能赚啥，基地换不了。这坦克要死里边，坦克死里边了，压住矿场，压爆。这波矿场如果逼着绿色方再起一矿也还行，能接受。那这波绿色方要出铁木了吗？这个辐射其实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辐射早了，因为他现在明显是想拿坦克扛伤害，然后杀辐射。你看，这波意图非常明显，但是如果还中的话，再出辐射。哇，这波辐射把自个儿狗全基本辐死了。这个辐射还没动，有的时候太过于信仰辐射，高科技弄掉，但是铁木出来了，哇，这个运气是太好了。如果再早打那么一秒钟，铁木出不来，这一局可就铁木有了。绿色一中两中三中，那绿色现在有点卡钱，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牛，七牛三中跨铁幕。对了，你们有没有那个玩王者荣耀就是水平嘎臭的，就是会玩和玩的嘎臭，就是玩的是贼差那种，贼差和会玩那么一点点那种过渡。过来点视频，不要高手，不要高手。不要高手，王者七个星，王者我还是王者呢。一个15橙色王可能要丢坦克，哇，这波丢的不应该。一波橙色杀上去，日克往右上角拐，这个挺不中，日克掐掉，杀牛，这波就打绿色王的经济。那绿色牛车好多啊，这一波感觉下来无所谓。感觉铁木终于可以用上了，这边吃空劲，然后再撒铁木，一波要抓啥？哇，这等于绿色让了中路啊，让了中路再跟你干，你看狂不狂？铁木抓牛抓基地都可以，基地没了。两个兵要点一中吗？现在橙色方可以出基地车，看他出不出了，钱是有。但是这一局你看啊，双方打得软啪啪那种感觉。一直在什么分兵啊，防守啊，防守反击啊这种。我怎么觉得他们在故意拖我。这边吃空劫，然后一会儿保持队形撒铁木，这个抓牛车四牛再次，那波抓四牛啊，但这波也抓牛车，双方互换牛车，但是橙色好像一牛没抓着，但是铁木倒抓到了，这一波好机会啊，铁木弄掉，手里边6000多块。然后兵上来，恐怖劫上不来。这强点辐射，但是你来点辐射红军上你一个两个，
不是一夫死，漂亮，这个完美化解，而且高科技术还要骑铁木，这俩人明显就是玩耗嘛，看谁能耗过谁。听说你挺能耗，我也跟你耗，我两个坦克过来，高科技嘣呆掉，绿色好伤。两个人感觉要把这个地图资源全部打干的节奏啊。哎，你觉得，我觉得啊，这一局4-4，然后呢第五局拉钟，有没有可能？我完全感觉我能体会得到他们在拖我。这波恐怖机有点难办了，我的这波坦克全死了。这波其实绿色好亏啊，但是也还行，家里边只有恐怖机做防守，但是恐怖机说实话还不如坦克，因为牛车来了。这波绿色坦克换掉两重没有问题，但是坦克也全死。但问题这一波牛车加坦克，你层次帮咋办？你全是恐怖机，问题牛车不怕。地保起后拉坦克，这一局真要4-4啊，还真4-4了。这群臭不染的是不是听我直播呢？我说有能耐打满局，他们真打呀。这波绿色王还在努力，必须选择破。现在修一个是一个。对啊，能耗啊，还是jayaxi能耗。但是现在其实双方还能耗，真能耗。这绿色现在还有一重。一中几牛，一牛两牛，两牛一中。橙色方这边资源也基本也没了，但是橙色方是一牛两牛三牛四牛五牛，五牛双中，六牛双中有基地，还是橙色有优势，绿色马上就耗不起了。这是绿色最后一波了，真是油尽灯枯了。双方比分4-4，一局定生死。这两天好像都是这局，这两天都是这局，无论是1v1、3v3，都必须得打满，酷，尬酷。一局定生死啊！
俩人都耗累了，比消耗。不是腾讯啊，我们打的现在是红色警戒战网。看到了，这边是拉钟了。拉钟的话一般破啊，一牛双中，基地拉进去也有，基地卖了也有，那看看他打破了。没出恐怖机人吗？正常来说应该是基地前拉，然后出个恐怖机人，但是他没有出，直接出个坦克。啊，有可能是二中，二中，然后基地有可能会卖，有可能把基地拉进去。那如果要是兵多就拉基地，如果兵少可能要卖基地。紫色双牛，基地来了，这一波啊，鹿死谁手？坦克数量四对二，有基地，基地往里边拐，但是这一波基地其实没冲进去，压住重攻，重攻压爆了，重攻绝对爆，想偷偷啥？偷电厂，下车位置漂亮，一偷矿场没有偷到，他这个基地有点儿，基地有点没用上，基地展开卖一千五到手，不卡钱，坦克数量三对二，这一波没有重攻。两中对没有中攻，但是紫色一旦缓起来就不好说了。电厂，哎，蓝色这个在 AD 为何？哎，问题现在紫色有兵在啊，先起电厂，后起重攻，重攻需要两千，但是有大头，有大头感觉也进不来。后拉坦克，重攻起来，继续防守。绕过去，坦克过来包住，再点抓到一个拉动点地堡，但是现在可以地堡护体，而且现在你破不了大头，打过来秒一个吃毒也跑着大头。蓝色坦克足想抓牛，兵护住，紫色慢慢慢慢，紫色不差钱了，因为两牛啊肯定不差钱，蓝色开始卡钱了。这如果再打不进去，感觉蓝色慢慢要被紫色耗死。这拿兵啊，一顿防守，各种耗。找到机会点坦克，防空挨一炮，冒烟。过来要偷矿吗？其实没有啊，方舟里边好像没有工程师，感觉蓝色要耗不起了，这是要输啊。蓝色要输，再起一矿，三牛一中，完全不卡钱了，完了。蓝色直接打出基地，最终啊，苍龙是以5-4击败加西。